话说拯救世界的战斗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天庭特遣队原已成功收服了红孩儿，不料竟被六耳猕猴的邪恶大球给关了起来。声势惊人的牛魔王固然帅气十足，却被他自己的儿子给打得落花流水。不惑一族虽然笨手笨脚，人数也越来越少，西游团队的编制却还是被他们整得不断的缩小，就连四位天神也都被关进了葫芦法宝。更糟的是，地球上仅剩的两个正派人物现在也已经身陷险境了。难道这个世界就这样完蛋了吗？螃蟹夫，朱先生，这光扬起手拍拍灰尘，大步走乘风破浪，飞越高山，飞越海，飞过万千阻拦，只要动心不怕难，轻松勇敢向前冲，哎呦哎呦，手牵手点亮心中的火，激情快乐大声说，师傅，朱先生，唐师傅，朱先生，你们别再装蒜了，鼠小妖，快过去把他们踢出来。可恶！师父，他们找不到我们，一会儿就会走的。好办法，可是菩提师父跟悟净他们怎么办？唐三藏、猪八戒，你们是正派啊，正派怎么可以这么狡猾？千万别出声。刚才是唐僧吗？报告大王，我早就知道唐僧很瘦。真的是唐僧？我抓到唐僧了，我抓到唐僧了，正派的绝地大反攻，我抓到唐僧了。报告大王，我早就知道禅杖也会被吸进去。没关系，反正禅杖已经在里面了，这样化成为灵才比较好拿，等下去抓猪八戒的时候也比较方便，知道吗？老大英明。那当然。猪小妖，你的腿抬得都快比狗小妖还高了，说话呢也快要比狗小妖更中肯了。不错不错，谢大王夸奖哦。算了，少了这几个没用的家伙，以后去兽医院的时候还可以省点医药费呢。亲爱的猪先生，快出来吃好吃的哦。亲爱的猪同学，我真的吃不下这么多好东西啊。怎么样啊，各位同学，想出答案来了吗？你这乱七八糟的符号算什么问题啊？我的答案是根本就没有答案。
恭喜你答对了。我随便乱写的这个题目，连我自己都解答不了，所以它的标准答案就是根本就没有答案。既然我已经答对了，那就快放我们出去吧。这位同学，我从来都不守信用的，我从来说话都是不算话的。再见了。好，看我的收腰带。我也把你关起来，看你还敢不敢不放我们。你还好吧？没事，我顶得住。不准再打爸爸了，红红，妈要你马上住手。妈，你不要再拦着我了，我要他们立刻交出钥匙。六儿大师可要等得不耐烦了。是你老爸重要还是什么鬼六儿的？不好意思啊，谢女太太，你儿子还真的是没教好啊。你说的对，让孩子多玩玩不好吗？我干嘛非要他做？我有说吗？超级无敌天上地下海底太空人间世界全球全宇宙总冠军呢、啊？没关系，我会继续帮你教育他的。哎，小鬼，你给我小心了，这次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牛魔王加油！主人的老公加油！牛魔王加油！弼马温的好朋友加油！擦免创伤。快住手！废物！没关系，我顶得住。妈，求求你别再打爸爸了。小鬼，我一定要帮仙女太太把你教育好。顶不住了，废物永远是废物，还不快点交出来！还顶得住？如果我再拿不到那半只钥匙，你还真会藏东西啊！我终于拿到钥匙了！还顶得住！好马牛牛的天上，我多牛牛的云游。你给我！天有飘飘山，你再这样，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烤成牛肉干。牛马牛牛的天上，我多牛牛的云游。牛魔王唱歌这么难听，他为什么还这么爱唱呢？多多牛牛的云游，真好听。你觉得难听，但是有人觉得很好听啊。你再唱，你再唱，我就把你烤成牛肉干。红红，可以。小鬼，快住手！哎呀，这品德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小鬼，小鬼！啊，孙猴子！悟空！悟空！大牛哥！你好，牛夫人。怎么你也叫他牛夫人呢？大牛哥，等你恢复了记忆，你自然就懂了。恢复记忆，我还是先去修理一下这个中了邪的小皮蛋吧。对对对对，这小鬼真的很不像话。打屁股游戏，等一等，修理是该修理，得
也是悟空啊，下手请别太重哦。放心，牛夫人，我只打他的屁股，而且我会特别轻的。刚才是谁说要烤牛肉干呢？别急着走，还没下课呢。阿波卡拉票，变大戒尺。来，让孙叔叔帮助你反省反省，该如何做个好孩子吧。朱同学，朱先生，朱爸，朱同学，朱同学，猪八戒，你给我出来！猪八戒是胆小鬼，猪八戒是缩头乌龟，猪八戒是小乌龟。猪，西瓜田里种什么南瓜？你干嘛踢我？猪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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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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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吧？我法力无边的大葫芦，灰熊魔王，猪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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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魔王，猪八戒，猪八戒，我是魔王，猪八戒，我是魔王，猪八戒，我是魔王。猪八戒，混世魔王，你在找这个吗？对对对，就是这个。我赢了，我赢了，我赢。那师傅他们怎么办啊？还是赶紧到西天找佛祖帮忙才行。如来佛祖，我来了！来吧，大家要游戏还没结束呢。阿婆卡拉票，
孙悟空变出了两只戒尺，你猜他要打谁的屁股呢？咦，嘿，嘿，牛牛的天，谁的屁股也不打，悟空只是要帮牛魔王打拍子。孙叔叔，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那你就乖了。一会儿叔叔送玩具。谁叫你不听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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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这个吧，我是很反对体罚的，你们以后就别再打孩子了，我们还是提倡爱的教育吧。哇，红红，你还好吗？这小鬼也算吃了点苦。你就爱乱吃药吧。哎，小鬼怎么可以乱扔垃圾呢？太不环保了。孙悟空，嗯，我就要重获自由了，现在该轮到你受罪了。金箍棒变大。看来你的精神病还没有医好，屁股也还是很欠打。悟空，拜托你手下留情啊！嘿嘿，牛夫人，你放心，我会。这西天到底还有多远呢？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早就起来赶路。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啊？师傅，我先放你们出来，大家一起去西天才比较热闹嘛。哎，怎么也倒不出来。嘿，看爬，你呀。你要是不破，我就再砸，哼，我就不信砸不烂你。我要最高证啊！八戒，不如拿低一点。红红，仙女太太，你儿子是不是青春期了？他才几岁啊？对不起啊，仙女太太。没关系啊，老公对我挺好的。孙悟空，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我才是超级无敌天上地下海底太空人间世界全球全宇宙总冠军。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呢？快求我饶命啊！我一直让你，只因为你是大牛哥的儿子。别以为，你以为什么？啊！臭小鬼！老公，你啊，珊珊啊，老公，你恢复记忆了啊？不过也快变成牛肉干了。你说的很对，烤完了牛肉干，
就轮到了猴肉干、狗肉干、龙肉干跟马肉干了。你呢，就变成扇子干吧。红红，都是妈害了你，就算变成了扇子干，妈还是永远爱你。红红，牛肉干也永远爱你。扇扇，我突然又很想唱歌哎。我陪你唱。不准唱，反正都快要上西天了，弼马温的好朋友你就唱吧。兄弟来自八方，姐妹来做异乡，不准再唱。感动是真感动，难听也是真难听啊。不准再唱。有你温柔的肩膀，来，大家一起唱。我的一颗心就像阳光一样陪在你身旁，就算狂风暴雨下，紧紧用温暖来为你阻挡。轻轻问声你是否别来无恙，疲倦的船已归航。没想到受到六耳猕猴直接操控，法力强悍无比的超级六耳牌红孩儿居然会顶不住这样一首温柔甜美的歌。目前看来，西游团队应该可以顺利度过这一次的大难关了吧，而这个世界看来也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吧。如来佛祖，快帮帮忙啊。不过在地球表面的猪八戒到底能不能独立担当重任，及时赶到他的终极目的地，完成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呢？请看下一集，也就是第一系列大结局的《西游记》。简单的，只要相信爱就可以，甜甜的。